磊，磊落吗？那黄渤呢？黄，黄迅呢？迅，迅，黄渤就是黄啊。没有，这是我的答案，并不代表是你的。不谋而合呀、啊，心有灵犀啊。那你为什么会说他是黄？黄啊，他最黄啊。私底下这种男生的聊天的话，就我就是说的这个呀、啊。那张艺兴呢？萌，难怪你会这么爱他。看小猪，小猪吗？呜呜！对，我觉得小猪好可爱，我好爱他，而且他也是很放得开耶。我不瞒你说，我昨天晚上看到有网友在我微博上晒那个小猪在极限挑战里，就是 F 四那期，有一张照片，我笑疯了，我真的笑的，我太太说你是不是疯了，我真的笑了，而且我们六个人一直在聊天，我就把那张照片发到我们六个人的群里，笑疯了，小猪自己也疯了，笑疯了，我说你信不信我要把它换成微博头像，然后小猪就说你敢，我秒，然后家里居然铺上地毯了，然后有那个录音机了。录音机不是翻盖的，是好的那种录音机。你不都八个喇叭的吗？那时候那是同学的八个喇叭，后来我有属于自己的八个喇叭了，然后有了电视。骑摩托车什么的吗？那时候摩托车还离我很远，另外对那个也不太感兴趣。嗯，但是自行车是有了，有了两三台了家里。嗯，然后这个没什么事儿，出门还坐出租车了。